走，准备开始新的冒险了吗？时候不早了，出发吧。早上了吗？今天要做的事，我看看笔记。早上好，我们今天去哪儿冒险呀？哟，伙伴，今天精神不错啊。哟，早，我准备出发了，一起来。来得正好，一起去补充点食材吧。早晨的好时光可不能辜负，抓紧练功。早上好，早餐已经做好了，我就待在你身边，如果哪里不合口味，请随时告诉我。早上好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研究表明，只有睡眠充足，第二天的精神才会好，而且脑袋的运转也会更高效哦。啊，什么？我总是熬夜。那个，没办法嘛。享受这一天吧。太阳出来了，狩猎一起去。早安，今天也要加油呀。早啊，我刚刚在开嗓，今天嗓子的状态也好得很呢。早安，秦。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。你来的不巧，清晨的启明星刚刚消失了。早餐？我已经吃过了。早，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向我禀报吧。昼夜时空皆为虚像，命运的纽带却再次将你带到了我的永恒长夜中。早上好，听说你要来，小姐在准备早点。偶字有何贵干？早啊，早上的时间这么难得，能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。早上好呀，要不要起晨跑？早安。晨祷已经开始了吗？也太早了。早，把橱柜里那罐烟泥鳅递给我一下。好嘞，我要开始摧毁蒙德酒液了。